你看，你要全部看到。我们有没有四个公？这一只两包。啊，不要钱啊！两包好了，没有了，下次都没有了啊。好了，这一条要讲话哦。来，几个够？三个来哦。你看，两个只鳕鱼、鲑鱼，两只手表的。你看，那个三么啊？那个铁板烧的锅。来，一包大概十块吗？起司鸡块，鸡块已经做好起来，佮咱加起司，恁绝对挡袂掉啊。 啊，一包卖三百，一包卖几啊块？几包才大包？你要几包？你家讲一包要卖偌济？要卖三百，啊无几啊块？啊无，拢做卖升价钱的一百咯。两百啊！两百只起司鸡块无？一百块。起司鸡块两百只啊无？一百。有两只起司鸡块吗？一百块，一百块一两个。两个啊！百块咯。来，起司鸡块过两百只啊无？一百咯，一百块。两百啊！来过两百只起司鸡块无？一百块俩。两百啊！ 有啊，好，你个毛的。哦，两个一包。你要两包，你要两包，家己讲好好啦。两个一包。你要两包哈。两包。够买起司鸡块无？来，要不要吃？啊，头前一包了。啊，一包够两百，摕一个睇下过。一包拢有啊吗？一百都有了吗？好吃哦，一包鸡块是做好吃的，我袂难吃咯。一包拢有啊哈。来，大家买一个睇下无？你买大了。这个我有买几包无？ 我过来要画蒜泥哦，真好吼。来，什么蟹肉棒？来，我给你画几只。帝王。帝王啊，美女，你也要五百块的收钱？给就给我。对，蜜汁，来一个去后边，来卖两个拢去后边。来，到后面吃蜜汁鸡腿。来，要来到后面吃帝王蟹肉棒。爱吃，卖，你家先加八百，三百了啦，三百了。来，三百钱，三百人的。300了啦，三百。来，我直接这边送你哦，这个你。 来三百，两百只，我这个你三百，我来讲话，你升价钱，我这个你三百，过来跟我你升价钱，我这个你啊，这个你啊，三百，这个你啊，这个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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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免五百，三百了。过来两百只帝王蟹肉饭无300块，三百最后一个上面300块，有两百无三百。来最后一个两百了，有哪无？小家庭的两百了，到小家庭的200块，那这个两百。来两百，OK啊，很爽呀哈。过来两百无？两百。来，你要不要给啊？ 有啊，好啦，我先卖这个鸡腿给你吃啊。来注意听哦，注意听，这个鸡腿不是就你来学的哦哈。这个是强将的秘制鸡腿，规支棒棒就把你气骨嘞，等下要蒸要烘，拢好吃，拢好吃。爱吃麦克巴麦四百，一手俩升价钱，三百上面也三百。三百啊！这秘制鸡腿三百哦，这规支棒棒就把你气骨拢完全无骨头，三百有啦，要吃无三百。三百。注意听哦，没有了啊，来这个送你，这个请你，这个要你。 这个要你，这个要你，这个要你。来，注意听我介绍哦，注意听我介绍。我要给这个要你哦，这全部四支的鸡腿，你别那只弄个只反正只无过来。来，听好，今仔你搞要买三百，我要给这个要你只五支，五支鸡腿哦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加来五个尔，上新鸡翅哦，200块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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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拢有啊，吼，都有啊。大哥，这个鸡腿多起来哦。两包。哦，这强酱洗，这个鸡腿真正好吃。来，两包够，咱要吃鸡腿无？哎，两包啊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，都有啦。有要点菜无？小鱼，要大碟啊，小碟，大碟起个。来，起个。来，蒜泥上面吃。啊，这我恁大家讲一个歹势哈。蒜泥即马小碟拢无啊，工厂拢无啊，拢剩大碟尔。啊，早一箱十五至十六碟，即马一箱剩十二碟尔。来，品质无改变，同款高林来来，甲你看。工厂嘛同款，即马变到遮大碟，你会当客看嘛？即马变粗。今仔日食蒜泥的人家卖一箱卖八百啊，五百咯。五百块上面食遮大碟，一碟够你，大碟咧遮粗，一碟够你。我来讲啊，遮大碟三碟五百，一碟百是大碟哦。来，一碟无卖，再送你来五百咯。来，够要食大碟少，500块，一碟过来。这条够你五百，来，来五百，来，这条过来，这条过来五百，算你，来后边，来后边的，来，五百的 ，OK， 来这边，来算你五百钱了，两两好，收你五百哦，这两箱都不是，上来这一箱都不是 ，OK， 我来走，垫一个五百，垫一个哦，够人买两份嘞，有，五十元。看到这蒜泥小条，我就卖过啊！这是薄片啊，来这样收起来，来薄片。上面小龙汤包，美女哦，来，
来，我们就小龙干巴，这一包二十粒的，这顶多吹吹就做好吃啊。我无法五百，无法四百，先给一个两百了。两百，一包多少哩？四十粒，两百块了。有两百只，来这边。两百，两百啊，三个。来，两百。有啊，这有没有吃汤包的吗？是耶，两包。等我一下，喊两包。汤包还有要吃吗？两包好了，四十多分多了。来个几分钟？再来，还在对吗？电话表里啊。我袂着急啊，我袂着急啊，两包够要吃无？两百。哎呀，是你唔好买袂买一包吃好卖无？一包落去啊。你看人家，人家买袂好吃，一包买到四包，你买袂买到一包。够两百一包吃看卖无？没有了哦。来两包，是是，一包够买来无？你看两百一包好吃，买四包，一包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。好啦，有要收着。过来，你有要点什么菜无？鲑鱼啊，五百了，五百了，是有啊。啊，鲑鱼我是买袂啊。来五百了，这一包二十块，五百了无退钱啊。一包六百，两包千二，唔免千二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五百你绝对买无一包二十块，五百四百了。来四百了，鲑鱼，来四百了。要我啊，我啊。这个三包。我条毛要包起来啊。我你对啊。OK。五百。最后一包两百，上面也没有了。两包啊！阿斌，三百星。阿斌，阿斌啊！阿斌，你来啊！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阿斌，我讲哦，我成功过有三百个，第一十四个上大个啦，第二十六个啦，第三十八个，歹势啊！我即摆成功全网存十四个啦。全部都上大地，内面一个人计唔免三千两千一千块，准备咩啊？一千啊！一千三要食鲑鱼的，全部大地，我只个你学落去，啊，来。我这煮鲑鱼哦，就是让你清水退冰，看下着白白一分一分，啊，食沙司面迄落油油多的啦，食好嘛的。写伫遮，智利的啦，保证规手全部油质的啦。我的鲑鱼只要买到一块真的老鲑鱼，你全部起来，我全部钱给你。爱食鲑鱼的，一千块三要吃一千。一千咯。有人要吃鲑鱼的，一千就好啦。三。一千咯。三个就好无？这块鲑鱼一千啊。全部拢好些薄冰的啦，全部拢只厚啊，这冰拢来包到这玻璃家里看啦。我拢包薄冰的啦，一千三要啊，一千啊。来一千咯。我这块来啊，你上手啊，吃啊大块啊，来啊，这块给你啊，一千三要吃一千啊。这一块啦，以后可能有在条七只大条起来无来啊，这块够你啊，最后搁一个啊，一千五块啊，拢啊，一千了，一千了，一千够买啊无，一千搁少一个好无，搁少一个啊，我一块只大条卖两百，甲你包补贴，我来讲啊，卖考虑啊，品质，绝对一支的啊，我一块够你啊，一块够啦，三个啦，免考虑啊，一千五，来一千了，来够要食鲑鱼无，一千啦，鲑鱼还有人要吃吗？一千块，来一千了，一千个啊，下个方面。好吃啊，真心啊！来五百了，来五百啊！来吃袂了，咱买五百了，无先过吃袂了，要五百的无？哎，五百！小姐，听你甲我讲，拢无要紧的，真正。你吃袂了，讲我，啊，咱的品质绝对拢爱高的。五百够买来无？五百？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。来，谢谢。啊，我收起来哦。好。啊？你要不要收？来收了不？两百块有无？来。过来要吃啥？不多吧。来三箱做一块来，我也卖你啊。三箱。来，这三箱恁买买啊！靠呀，这要了钱袂好恁的呢。来来来，这了钱我先买。这我来讲啊，我真正做伤济啊。有阵时做品牌就是安尼啦。你甲我做嘞，一届拢我较侪量，结果做嘞做成功，仓库蹲了够侪啊，蹲到哦，到四月二十三就到期啊。即我家己研发的产品酱烧鸡料，炒炒就好吃啊，吼！啊，我食了钱给你啊，你着一个月内你也食了健康，食三百五百，你炒炒拢无贵嘞，一百了。来一百。有人要食鸡料无？一百块，我两百给你啊。这卖一份了一份啊，三百给你啊，四百给你啊，唔免三百，唔免二百块，一百了。有人要食酱烧鸡料无？要不要？拢要不要？来一百。来，够要鸡料了，这种了钱的，这钱要了钱的啦。来，不要几个钱啊？这个是，一届做的，拢做七八百箱啦，蹲一个恁遐下伊。两个 OK 啊，蹲一个真正规庄下了了。两个 OK 啊，吼，几啊钱？卖一分了一分啦，真正。三个啊，我来啊。这一届叫我做的，蹲一个啊，蹲一个规庄下了了，一百几个。一个啊，一个啊。
多少钱？一百块钱啊，这一百二十五。哎啦，我新粉都唔拿二十五啊，真的啊，一百块尾啊，恁给咱真给咱炒，这好吃啊，这鸡柳啊，一百拢有啊吗？来摆啊！拢有啊！好，谢谢。来掏钱啊，各位，来快收钱，谢谢。一百块尾啊，不？来，最后一百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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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的。来，给我摆，来一只。来，七百。哎，你搞哪门小姐？一包是牛肉水饺，好家乡啊！你得一包。行。啊，我得了。来，签到。有的火一头，有的火闹。有两个食牛排水饺无？一包四十粒，牛排水饺，唔免三包，唔免二百块钱给钱，两包了。来，两包了，来几个都不要。要两包了。牛肉水饺，两包够，要几个无？一包够，两包好了。来两个啊！还有人要牛肉水饺吗？两包，我你做。两包够，要食牛肉水饺无？好食啊！这间真正好食，好家乡。好听啊！来两包了。两包。够要爱无？来个人要买一包无？一包食好吗？好家乡牛肉水饺，一百块。一百啊！还有人要一百吗？一包好了。一包。好家乡的牛肉水饺，给这大家尝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包够要爱无？有啊！啊，我你做。也是这么的，注意听啊！恁现场的人够订咸鱼啊，订三订三箱人订伫遮无？有人订货无？还袂来啊？迄三箱咸鱼人订伫啊？你下昼入来看三箱，啊，靠！伊公司讲的来，伊就是订这订三箱伫啊，你家去看啊！来，我安讲，三箱啦，六十八袋啊啦，三分，六十八袋啊，三分。来，你有人要食咸鱼的无？这挪威啊，上来的一届我订六十八袋，你吃好嘛就知影。完全未死咸，完全未酒醉，一袋百八，两袋三人，全部三个人去搞。